美珊今次要拍一部是他之前没有拍过的类型的电影，那么题材落在他的手里面，我觉得有一个另外的看法在那里。今次好彩，都係啲好叻嘅演員，林峰啦、阿 sa， 佢哋都拍過好多戲啦，都係段數幾高嘅。同埋咁，佢哋入組之前，咁佢哋都收到風嘅啦，即係都知道呢邊嘅拍戲方法就係你唔好太信有個劇本喺度。我以為自己飛子都叫做飛得好犀利，係可以去到咁極致。因為韋家輝導演佢係一個真係精益求精到，佢嘅劇本係好秘密嘅。去到現場其實埋位的時候，那個劇本未真，拍到那天的三分之二，差不多天黑了，那個劇本才開始定在那裡。自己都覺得不單止是一個挑戰，其實是一種享受。哇！玩到爆爆！我們有些戲，譬如曾經拍過旅遊巴士、藍搶、夜搶，有時中間有落雨，那天我都拍得挺悶。但當你回去想到另一個念頭，咦？有種去法，你今天所有拍的完全不能的了，那很簡單，就拍過了。